爹，一定有姐姐。这个是谁啊？Mina，Mina。点点宝宝萌汉要嘴嘴，化身小老师教阿妈英文。今天是一个很吃完饭，现在三点要来做船上的安全演习。人家安全演习，你要嘴嘴，你要嘴嘴，你要嘴嘴。你的安全演习就是拿嘴嘴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要借嘴嘴啊？什么时候嘴嘴要丢掉？实在太萌了！日前周小乔一家人家庭旅游，首次搭游轮的点点宝宝兴奋完全藏不住。早安，阿妈。昨天睡得很晚吧？我要姐姐。哪有嘴嘴？一定有姐姐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嘴嘴可以丢掉啊？什么时候？啊，这个是谁啊？米老鼠 ，Benta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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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阿妈，你讲一遍。阿妈吃嘴嘴更不会讲了。阿妈。我们家宝宝这几天最常待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就这样一直上上下下。抓！你讲。一个人玩的好开心。我们家宝宝是 party 卡。